我去，好酷啊！啊，好，我这里停了，这里我就动不了了。一停了就不能走了。哎呀，我这护板又掉了吗？哎，这护板。你的没有防滑链，你也上了。啊，师傅。我啊。没有，我的链条是那边有危险，我的上不去是吗？哦，光的很，就是挂起链条都在摔。哦，看这个也没有链条的啊！这个大哥跟我一起冲上来，从那个大货车红色的车那里一起冲到这里，前面这里又堵了，一堵车我们就得停，一停就不能启动了。没有链条，啊，那怎么搞啊？今天晚上在这里露营啊？我们两个腿嘛，我们两个就没办法。我们两个车子一起配合去。我们两个配合，就腿。推。这些跨不到。行。就是我上不了，你帮我推；你上不了，我帮你推了。只能两个人。我两个配合去。啊，好。你们两个配合。那边还很臭是吗？我晓得，就还是。这个还一节节又跑上坡。上坡。只一点点。啊，好。OK 了，这么点了。好。我也没有防滑链，你也没有。一点都没滑，我直接冲上来了。我也是冲上来呀，我刚才倒到你后面。配合吧，你们。嗯。到了你前面那里，一路冲到这里堵车啊！第一次来吗？啊，去哪里？稻城。这稻城啊。其他县现在怎么样？拿个长车已经把地给占上去。啊。来稻城，哎呀，坐嘛坐车嘛。等他们过来先嘛，那堵的。先坐车嘛，冷。哦，冷。哎呀，遇到两个同病相怜的啊！这个五菱宏光看到没有？养护的五菱啊，他们也都是绑防滑链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堵车。没办法，我们在这里停，要不然看我们一冲就冲过去了。唉，没防滑链真烦。那个车横在路中间，这啥车？看一下，这福特挂了防滑链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没挂。哎，这个打直啊，我的哥，倒对，哎，退了再冲。这不是老司机，不是老司机。打直就过来了嘛，我的哥，打直啊！对了，哎呦我去，啊，你这打死的摩擦力都被你搞没了，拖着雪走，没防滑链就是这种结果啊！前驱车，啊，我后面这个大哥倒都倒不了了。哎，能到得了？后面有车，后面有车。哎呀，真好，上来了。呀，坐。走啊。我推你。好。这个大哥帮我推出来的，现在轮到我去帮他推他的车了。在上面又堵成一排了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现在我的车呢是最后面一个啊，到那个地方我的车必定会堵，堵了之后我只能等后面一波人来了帮推，没办法，因为我跟不上他们的屁股，他们实在走太快了，太猛了，有防滑链，我是啥也没有。现在雪又越下越大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在那里堵一堆，后面现在暂时没有车啊，我都不知道路在哪里，就这么一直干过来，这里又开始堵了啊！那个有个大货车横在路中间，去帮忙推一下啊！现在呢，来到了这个，看到没有，海之山松和服务区这个地方了。到从雅汀县稻城县还有58公里，一共走了应该有七八十公里吧，走了4个小时了，马上3个多小时了。前面那个车打横了，好像是。哦，那红色的车打横了，过去看一下，好大的雪，你们都看一下都些什么车过来这里啊，
别说我的宝马煞庆了，人家五菱宏光 QQ 都能上来，今晚在这里露营得了。哎呦操，滑得很，差点摔倒了，太滑了。还想在这个山上露营了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没有一个空地能把车停进去的，所以说只能走了。想在这个山上露营了，太悬了，但是现在已经疏通了啊，没有一个地方是空地车能停的，就只有一条公路，不可能停在路上露营。现在开始出发了，那边那个大货车已经被我们弄出来了啊，红色的货车。摇啊摇啊摇，差点把我摇飞了，好累，找不到露营地，那我就只能下去了，下山了，还有57公里，现在6点多，没问题的，兄弟们，给我点个赞啊！今天的旅行真的是千辛万苦啊，下山了，好累。